家好，今天11月18日来到纽约环球法拉盛凯西纳大道，就是那个梅西百货对面的帝王商场啊。今天和我们的琳拉妹 YouTube 频道啊，大家订阅她啊。我今天第二次来了，刚才我买了几个回去，客人来了我通通送给客人，所以现在再来补货。烧饼啊，肉圈烧饼非常好吃。你说是纽约时报推荐的是不是？3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就是纽约时报有推荐过，那时候我已经来拍过。我现在看3年前的视频，纽约时报这不简单的，不是法拉盛的美女，不是法拉盛的媒体，是纽约时报主流媒体，非常好吃，不简单啊。那带我们进去看一下啊，探店啊。啊，现在是中午啊，好多人了啊！你看，小店很接地气哈，好热闹哦。里面，我以前也经常在这儿来买东西吃。还在做啊？啊，他这个叫玉坤烧饼啊，就是他啊，他的名字命名的啊。对，我叫于若坤，就把若去了，就成了玉坤了。你是哪个省的呀，老板娘？山东省的啊，来自山东的老字号啊。对，百年老字号。嗯，真是。地方不大。看一下哈、啊，土家的酱香烧饼，玉坤烧饼肉火烧啊！看一下价格啊，第一个是2两鸡肉馅的4块钱。我喜欢吃这个梅菜。梅菜猪肉馅的4块，很便宜啊。馄饨是、啊、可能分个大小份哈、啊，8块和10块。然后这边是香辣鱿鱼馅的4块，鱼香肉丝馅的4块，酱汁猪肉馅的4块，还有黑椒牛肉馅的4块。那爱吃甜的男朋友们的哈，豆沙馅儿的4块都不贵哈，白菜豆干馅儿4块，肉山馅儿4块，哇，孜然牛肉馅儿5块，香辣还有豆腐馅儿的4块钱，鲜虾玉米馅儿5块，酱香饼5块，那这个还有羊肉汤啊，小份儿是5块，大份儿10块，很实惠。还有素三鲜4块啊。东巴黎11月22号，然后就在对面军豪举办，就非常好，欢迎单身的朋友们过来。Okay? 每个月都会举办哈、啊。每个月举办一次，对，我们现在单身群已经有2个了，一个已经满了，现在第二个也有300几号人，所以我们现在每次活动都有60个人，非常好。哇，那不错。什么年纪都有，从25岁到70岁都有，因为我们市区其实单身的朋友有很多种不同的，反正每一次来有 ABC 外国人都有的，就是各种年龄段都有，还可以非常好的互动。对，欢迎大家有啊，这个群大家把那个加微信，加微信，在这等一下啊。你吃什么馅儿今天？我刚才买了几个，通通回去通通送给客人了，因为现在。第二次已经再买了一批，刚才我一个朋友来拿回去了，对，很好吃。你已经吃一个梅菜，几点钟开门啊，老板？下午10点到晚上7点营业。哦，还可以订外卖啊？可以的，有外卖，在那个饭团。上面还有卖那个风干腊肠的，朋友们看见？风干香肠麻辣味，每磅18。还有风干香肠5香味，每磅18。哇，你看，大家都在买啊！这里面好多啊，旁边是老洛阳，哇，还有天津小吃麻辣烫，我就要一个2两鸡肉馅儿。OK， 它的价格很亲民啊。对，4块钱很大个。对，从开业以来就调过一次价嘛，一直没调动。一直没涨价，疫情之后也没涨价。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工人，也没有太大的开销，价格就这样就可以。没涨价。当时纽约时报来是老外来采访你的，对，哇，真厉害，做烧饼这么小的摊儿可以上纽约时报，可见老板是有没有努力了啊。香菜和葱花都要。纽约时报那个在哪里啊？啊，在里面挡着了，这里啊，应该把它拿出来。放大，我也没有把那个拍子往下一翻都能看到，在里面那个挡着了，金字招牌要亮出来，踩着凳都能看到，小心哦，慢点。我踩个凳子，你来踩凳子。我踩个凳子上去看一下《纽约时报》啊，这个大家看我爬上来了啊，这是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啊，货真价实的哈，可做不得假的。大家可以去网上也翻一翻哈，截个图啊。老板，你看，身藏功名啊，真是啊。你看，我们是真的哈，必须要拍到的，这口说无凭嘛。老板一个人好忙啊，不过他这个小店只能一个人转啊，多一个人都转不撑开了。我就要那个小羊肉汤。大家看一下地址啊，136-21罗斯福大道啊，法拉盛新世界商场正对面帝王商场内。
正准玉坤烧饼啊，肉火烧卤味汤饮啊，哇，这个是羊汤，哇，下面是给的那个香菜和葱啊，好清香啊，一点膻味都没有啊，这个哇，太漂亮了啊，对啊，今天冬天冷嘛。一个奥尔良鸡肉，奥尔良鸡肉是哪一个？这一个是鸡肉的，哦，下面是鸡肉的，上面是梅干菜的啊。他说不是油炸的，是烘的，你这个也要讲的。哦，烤的啊，非常近。好嘞，我们就坐对面啊。中午好挤啊，这个小店吃的特别有感觉啊，特别有氛围，好像回到中国一样。对，你不用去山东了，去山东还要买票，现在机票2000美元打来回，你这儿可以吃多少个烧饼呢？全都够了。关键好吃，对呀，20几年啊，对，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对，山东人啊，山东的西部就是潍坊地带，全部都吃这个烧饼，肉火烧，因为在这边吧，就是说全国各地的人哪都有，全世界的人哪都有，所以到这边又改良了一下，有别的菜，原来我们那只吃猪肉的。你当时是怎么样吸引到《纽约时报》来报道的？这个不简单的。因为这个就是刚开业嘛，这个是透明式的，我就在边做边包，他就看着觉得挺新奇的。过了2天过来采访报道的，他的风筝也挺有名啊。对，潍坊风筝也很出名的，国际文化风筝节。紫金在这儿。你看，特别多年轻人啊，年轻人就喜欢这种。我们叫的腰垫子啊，苍蝇馆子啊，哇，这个是我的馄饨啊，这是猪肉馅的啊，哇，好薄哦，它这个是碱水面的，哇，这个皮儿特别香，看着馅儿好大哦啊，颗颗饱满，上面葱、香菜，还有虾米，还有紫菜，哇，真的吃一碗碗元气满满的啊，料特别实在，你看这个葱都撒了一层啊，对，羊肉汤非常好，你看料很多，嗯，羊杂是不是？还有羊血、羊甲的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吃羊肉是很好，很保暖，很好。有没有膻味儿？没有。干种香菜呀、啊，把这个膻味就去掉了啊，很好。不错，还行。这样就配一个饼啊，这一中午吃的饱饱的。对。羊肉汤也是小份儿，很大份啊。一个是小份。小份5块，然后这个很多料、啊、这个4块。对，哇。9块钱就搞一顿啊。嗯。在法拉盛哪里找啊？我这个馄饨也便宜。8块钱。没有，现在吃的是梅干菜，我们看一下里面的馅儿。哇，这个皮薄，皮很薄啊，馅儿这么饱满啊。它这个饼皮我特别喜欢，反正我就9块钱，我觉得很幸福啊，不亚于吃。因为平常我经常吃几百块一顿，不一定有这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不一定能吃到这种家乡的感觉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妈妈的味道啊。对啊，这很好。哇，你是广东人，你们广东人经常吃梅菜。梅菜，对啊，我它那个香哈、啊，这个梅菜，咸不咸？不咸，刚刚好，味道刚刚好。这个馅儿也是，哎呀，我咬了一口，好大！你看它这个虾，你看，它不是一般的虾皮，你看它是一颗虾，哇！你看它这个馅儿哈、啊，特别香，一点都不油腻，肉馅很嫩，很滑，不柴。里面这个肉馅好像是秘制的，我也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。这是他妈妇女节那天，餐饮家给我做的，餐饮协会的，想得到餐饮协会的推荐。现在给我换班了。现在大力川准备干的，《纽约时报》你都不放出来，都藏起来。今天我们出去做美食节嘛，他们都知道上《纽约时报》了，所以我们出去摆摊卖的特别火。夏天的美食节嘛，现在都没有了。现在没有了，到10月份就结束了。对，烧饼吃不下了哈，打包回家吃哈，不浪费啊。中午人爆多哈。老板，我拿个袋子打包。对，谢谢。那个吃完的碗丢哪儿呢？我丢里去。啊，好，谢谢您哈。好了，吃的我是满头大汗哈。门口这家肠粉也好吃啊，鱼丸也好吃啊，我也经常来吃。大家看啊，就是在凯西拉大道那个新世界商场对面啊，老凤祥银楼。太热了哈，满头大汗，真的。认准啊，帝王商场啊，7号地铁站这里啊。吃完饭准备回家啊，把这个视频给发了啊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订阅。